感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参加今日的近代东亚体育世界与身体国际学术研讨会。那这次的研讨会是由成功大学、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三方共同举办。那因为国内疫情严峻，为了落实防疫措施，本次大会改为闭门会议。那么感谢各位老师和各界朋友的配合与体谅。那么今天现场有多位嘉宾莅临，那首先我们邀请成功大学的副校长，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林崇一副校长为我们开场致辞，我们掌声欢迎他，谢谢。大家好，是不是允许我就坐下来好了？好，因为那个也比较好照。好，近代东亚体育世界与身体国际学术研讨会呢，是由三方来主办，也就是由我们国立成功大学人文社中心，那么以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以及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一起主办的。那我们三方呢，事实上在2019年，也就是3年前签署了合作备忘录。那这个学术研讨会呢，是这个备忘录下面举办的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那今年刚好是我们成功大学90周年的校庆，现在也正在举办那个全国大学运动会。那日本呢，此时呢也在举办那个东京奥运，筹办东京奥运。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由成大来承办我们这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再次谢谢我们今天来的那个张龙志馆长，也恭喜那个台史博呢刚刚升级由变成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博物馆。那个我们今天是视讯，西谷大馆长应该也在线上，在这边也谢谢他这3年来我们三方努力使得这一个有关于运动的学术研讨会成为一个至少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恭喜他。体育身体共文明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在成大人社中心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叫做台湾学。那台湾学关注的历史的面向呢，我们称为是成为台湾人这样一个面向。而成为台湾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呢，就是成为现代公民。换句话说，我们是透过台湾人呢是如何变成现代公民的过程里面成为台湾人。而运动这件事情或体育这么一件事情呢，是现代公民一个很重要的面向。过去华人呢或是台湾人或东亚的人，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他事实上是要突破一点，那个哲学的概念叫做公共空间。过去我们只有自己，只有我你家我家还有公家的概念，严格说来没有一个什么公共空间的社群的概念，公共社群的概念。那所以我们不是很知道我们在文化、在社会、在当代社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体育这件事情或运动这件事情呢，把我们慢慢的呢带入的这样子的一个现代社会里面，现代社会的想象里面。也就是原来呢这些事情呢并不是由自己决定，也不是你家我家决定，也不是公家决定，它是慢慢是由一个公共规则，大家认可的公共规则所决定的。有裁判，这个裁判也要遵守裁判的规则，并不是某一个人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活动因此落在这个现代的规范的概念里面，这个是要非常长期的去做的。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几个主题特别有关于文化、有关于性别、有关于殖民那么有关于跨界移动、有关于社群文化那总共有5个面向来讨论这个议题。
那我觉得会对我们对东亚的这个体育世界跟身体及台湾学里面所关注的这个成为台湾人议题有进一步的帮助跟了解。那再一次呢那个谢谢大家的参与。如同司仪刚才开场所说的真的是有点点不巧有点不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刚刚好体育运动跟公卫这两件事情，它事实上是成为现代公民的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刚好在这边碰撞在一起。我们可能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刚刚好也亲身体验了这个呢现代公民现代公民素质那个呈现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最后一句话，台湾能够这么的安稳下来，我觉得正是什么像这种体育所养成的现代公民素质，以及公卫的事件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公民素质，才让我们在惊涛骇浪中在全世界里面相对表现良好。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深感荣幸成为台湾人，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林副校长的致辞。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是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馆长西谷大馆长的致辞影片。各位早上好，我是来自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西谷大。接着这次国际研讨会举办之际，我谨代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发表开幕致辞。首先我向苏慧珍国立中共大学校长、林宗熙国立中共大学副校长、张荣志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陈永宇国立中共大学文学院院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充满各位的大力支持，本次由三家机构成功主办近代东亚体育视觉与身体这个划时代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为日本的研究人员能获得本次发表机会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是一家与日本历史有关的国际研究据点，为了助力日本国内外大学和博物馆的日本历史研究发展，由1981年设置，并且我们的特征是拥有能够充分利用研究成果和收集的历史资料，综合展示从古代至现代的日本历史的博物馆。本馆相继在2014年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在2019年由台湾国立中共大学缔结了全面合作协定。这是一个旨在促进历史博物馆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项目。本馆在由台湾的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的同时，还有今年1月26日6号至3月14号期间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内举办了名为近代体育运动视觉与身体国际展的国际计划展示。现正在位于东京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内举办远中展示。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也将从7月14号开始举办山东宗旨的特别展示。但是刚开始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国立中共大学开展共同研究之时，日本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张新贤的事迹，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羞愧。借助张新贤留下的资料，这项工作让我们重新学习了台湾在近代与日本和世界关系的历史。我们根据客观的事实
建制重新审视日本与台湾在近代的关系，并由此加深与台湾的各位的共同理解。我们坚信透过这些努力一定能建构台湾与日本的崭新未来。此外，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已暂停双边的人员往来。我认为只是在这一背景下还能够开展国际交流和中国展示及研究讨论时，充满双方从疫情发生前就建构信任彼此的关系之次。我希望本研讨会为开端，进一步构建台湾的国际合作关系。祝愿本次研讨会成为达成这一目的的活跃的研讨会场，并成为扩展双方关系网络的机会。最后，我想为成功主办本次研讨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立中国大学与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各位职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上是我的简要致辞，谢谢大家。好的，我们感谢矽谷大馆长的开幕致辞。接下来我们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张龙志馆长来为我们致辞。好，副校长、院长、各位成大的主办单位的同仁，大家以及在视讯的荧幕前的各位贵宾，还有特别是远在日本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馆长尼西塔尼馆长，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参加这一次由三方共同主办的近代东亚与体育世界与身体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那我仅代表台史博全体同仁预祝这次大会虽然有疫情的这样一个考验，但仍然能够发挥体育的精神，艰苦卓绝的这样一个精神，顺利的完成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的一个学术的盛会。那如同刚才林副校长所讲，两天前在台湾的立法院已经通过本馆与国立台湾文学馆双馆同时升格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那在这个升格的之后，第一场的这个活动就能够在成大参加这样一个由三方共同举办的国际会议，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那因为台史博今年正庆祝十周年的一个馆庆，那再从以升格为一个起点，我们将将朝向台史博 2.0 的这样一个方向来迈进。台史博 2.0 的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如同文化部李部长所讲的，将以世界中的台湾为主要的一个主轴，让台湾看见世界，让世界能够看到台湾。所以在这样一个跨国的体育的这样一个盛会的举办，正完全符合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大家的博物馆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更重要的成为一个国际级博物馆的这样一个标杆。那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参与这个会议的筹办。那如同刚才两位致辞者所言，这样一个会议能够在成大举办，事实上是2014年以来本馆跟立民博长期的这样一个交流，以及跟成大长期的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进一步强化三方的合作，那未来不仅是在体育这个场域，也在其他的场域能够有更多的实质性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研讨。那如同刚才矽谷馆长所说的，将台湾重要的历史的史实跟人物，如张新贤等人的这些事迹，能够成为跨国的共同研究的一个公共财。那最后我还是很高兴，也非常荣幸，并且要诚挚的祝福这次会议能够顺利的一个举办。那如同刚才矽谷馆长所言，在立民博一月份举办的这样一个展览的基础上，台史博在七月也会有一个接力的这样一个展览，那共同来向观众台日的观众展现近代运动世界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轨迹。那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大队接力的运动精神，以持续
不舍的这样的毅力勇往直前。那结合利民博跟成大伙伴的意志，让体育运动的这个议题能够注入更多的活力，并且借此向所有的体育前辈、研究伙伴以及运动员们致敬。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张龙志馆长的致辞。最后，我们请这次给我们许多支持协助的协办单位——成功大学文学院陈玉女院长来为我们致辞。林副校长，还有在线上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你是大力抗球上，还有我们国立历史博物馆张馆长，以及现场跟线上的所有贵宾们，大家早。那刚刚其实三位的致辞者其实都非常清楚地提到这一次这个国际研讨会举办的一个缘由。那文学院之所以我会代表文学院在这边那表示致辞，其实在大会里边有一个期望，因为我们是文学院，所以希望有人文这方面的元素的加温。那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其他学院也都认为人文素养是文学院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回归到各自的专业里边来讲，其实每一个的专业里边都有它该有的人文素养。那我们文学院在这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一些相关的议题上有更多的研究跟协助的一些所谓的活动能够陆续的产出。那今天其实在整个文学院里边从事体育史的研究的其实非常的少，我们都知道这个从历来其实在这个区块里边一直都是属于边缘的而不是主流的。那现在研究生也只有一位，老师也只有一位，就是谢思嫣老师。那研究生最近有一位在做足球，可是资料的缺乏跟所谓的相关研究的能够可以参考的也非常的欠缺。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来改善跟所谓的极力的去从事这一方面的这种所谓探讨，事实上是无可就是避免，就是必须要再加努力。那从近代以来，其实体育这个部分在整个东亚世界来讲，它是一个现代化跟近代化的一种象征。我们不可避免的去也不可否认的就是体育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我们在东亚的传统社会里边有所谓武术，有所谓精子之争，但是近代化的这种所谓体育的概念还是真的是从西方里边来。记得在鲁迅当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也提到中国为什么会节节的退败，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所谓的国民的身体事实上太虚弱，所以他也曾经思考如何去加强国民的这种所谓体格。那当然后来他的思潮里边也会有一些演变，最后走到思想的这个方面，小说跟艺术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说体育对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其实从一开始体育一直被放在政治的外交的，那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大的改变，其实我们都很难讲它有很大的改变。台湾在整个国际里边最顶尖最拔萃的这种所谓的医学的这方面的人才跟技术跟环境，事实上得到世界的公认，但是我相信台湾也有最尖就是尖左跟所谓的拔萃的这一些所谓运动人才。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事实上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但是也不是常常在我们人的记忆当中被记忆的这一些记忆，能够逐渐的去把它掏出来，能够有主着性的这种研究，让体育的这一些的叙述有自己自主性的这种叙述啊，然后把我们的环境真正的确实在体育的人才这个部分也能够有更好的环境提供给他们。那所以我们常常也看到很多运动赛事的这种比赛，但是我们不能把一时的热情哦，比赛过就没了，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热情转成长久的这种经营啊，让这些运动员不落寞也不寂寞，让我们真的国家能够走进一个除了有知识之外还有体能方面能够有平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预祝今明两天的这些讨论能够大家能够获得非常饱满的一些知识，然后也能够让整个大会能够运作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